买什么呀？买副食，然后拿这个干桂圆、这个、花生干桂圆、啊、桂圆干桂圆。这是香烟吗？现在的，对呀、啊，香烟。哎，好多香烟没，对，没见过啊，以前。香烟现在品牌多得很。像这种没见过以前。对啊，东方什么东红方印。红方印没见过以前。没见过、啊，我也没见过。对，像这种见过，牡丹没见过。啊，这种都是新的，这都是新的。黄山，以前就是黄龙，又叫啥子来？我们那时候出来的。这个叫蒸笼，黄龙蒸笼。走走走走，谢谢谢谢。